遥远时光版中八大金卡之一的海洋豆到底好不好用？不好用也舍不得铲掉的金卡植物。它是派对百里香的姐姐，种植它必须先种植派对百里香，它只可用于升级派对百里香。它价值125阳光，是八大金卡中倒数第二的赔钱货。首先，它可不适合单兵作战，它是群居性的植物。如果把海洋豆放置在一排的话，那么它将会拥有抵御僵尸的超强实力。特评时空版植物月亮豆。